On New Year's Eve,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ed his 2022 New Year address through China Media Group and the Internet.同志们，朋友们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大家好。2022年即将到来，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。回首这一年，意义非凡。我们亲历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，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。从年头到年尾，农田、企业、社区、学校、医院、军营、科研院所，大家忙了一整年，付出了，奉献了，也收获了。在飞逝的时光里，我们看到的、感悟到的中国，是一个坚韧不拔、欣欣向荣的中国。这里有可亲可敬的人民，有日新月异的发展，有更续传承的事业。7月1日，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感慨系之。历史征程风云激荡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而百折不挠，历万险而矢志不渝，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弘气象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我们唯有踔厉奋发，笃行不怠，方能不负历史，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。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3个历史决议。百年成就使人振奋，百年经验给人启迪。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，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，才能赢得历史主动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，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。我们要常怀远虑，居安思危，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，致广大而尽精微。大国之大，也有大国之重。千头万绪的事，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。我调研了一些地方，看了听了不少情况，很有启发和收获。每到群众家中，常会问一问还有什么困难，父老乡亲的话我都记在心里。民之所忧，我必念之；民之所盼，我必行之。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对贫困有着切身感受。
经过一代代接续努力，以前贫困的人们现在也能吃饱肚子，穿暖衣裳，有学上，有房住，有医保，全面小康，摆脱贫困，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，也是对世界的贡献。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。近年来，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，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，还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，逶迤磅礴的雅鲁藏布江，无论是南水北调的世纪工程，还是塞罕坝林场的绿色地图，无论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，还是藏羚羊繁衍迁徙，这些都昭示着人不负青山，青山定不负人。这一年还有很多难忘的中国声音、中国瞬间、中国故事。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，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的深情告白。祝融炭火，西河逐日，天河遨游星辰，运动健儿激情飞扬，奋勇争先。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，受灾群众守望相助，重建家园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武警部队官兵矢志强军，保家卫国。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，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。祖国一直牵挂着香港、澳门的繁荣稳定，只有和衷共济、共同努力，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。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，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。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、视频连线时，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做的贡献。截止目前，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。世界各国风雨同舟，团结合作，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。再过一个多月，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，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，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意。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，世界期待中国，中国做好了准备。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我们的三位航天员正在浩瀚太空出差，海外同胞
仍在辛勤耕耘。使领馆、中资企业等海外派驻人员和广大留学生仍在勇毅坚守。无数追梦人还在奋斗奉献。大家辛苦了，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新年问候。让我们一起向未来，祝福国泰民安。